今天穿的也是一个比较学院风的毛衣，是考学家的，超可爱。是这边有一个蝴蝶结这样，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搭比较可爱的，我这边加了两个对称的夹子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包包也是他们家的。我真的必须称赞一下 Coach， 这两年真的有听到就是大众的声音，对，因为他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个人看不太懂，对，但是我觉得今年有让我惊艳到，尤其是冬季的这个时间，他们这次做了很多这种绒布的这种材质，然后看起来就很低调奢华，然后设计上也干干净净的，尤其是我选的这个是。那个酒红色搭配银色的一个配色，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看，推荐大家。就是如果最近有想要入手包的话，我觉得我是真的会推口去，对，因为现在真的是柜上有蛮多算是蛮可爱而且新颖的设计。因为我个人是觉得，就是不管是轻奢或是奢侈品，到最后其实都是大众跟消费者日常的时候会用的一个东西，对，所以我其实个人是非常不喜欢去做非常多夸张妆造，然后去拍摄一个很摆拍的一个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就一般人根本就没有时间，然后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，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，比如说婚礼啊，或是一些重要要出席典礼的场合，但通常那些场合你也不会去穿太日常的东西，就是可能会去穿一些礼服之类的，所以我个人其实在业配这个东西上面，我其实个人是蛮不喜欢去用一个很深焦镜头啊，然后跟化妆师或者请发型师这样，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都已经太脱离生活这个东西了，对对对，没错。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出席活动，然后跟一些业配，如果能不太夸张或者太精致的妆造，我基本上都还是以自然为主，对，因为我觉得那才是我生活原本的样子。稍微修边一下，好，谢谢。The piano's notes they softly rise。这个是糖葫芦的。蜜饯的味道。有番茄跟蜜饯的味道，喝起来就酸甜酸咸，就像用喝的糖葫芦的感觉。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 Jackson 我兄弟，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，五年了。我刚上来台北什么都不会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认识他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那时候他还是一个调酒师，然后我那时候是一个还没经营自媒体的。那我们那时候就彼此承诺说，就是要做到一定的程度，然后大概两年后他就变成我的摄影师。恭喜，生日！就是很恭喜，顺，好，就是还没拍完，对，还没拍完，我们刚刚拍到一半就开始吃东西了，好吃，那边是一个跟 Coach 合作的一个咖啡厅，对，然后那个老板准备很多很多东西给我们吃，然后我觉得最好喝的是他们家的罐子奶茶，这好香 ，Coach 这次出了超多吊饰，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个 ，Mini Happy， 超可爱的。金色的也很 Q 哎，超可爱，而且很重，蛮好看。刚刚说我们是这里面最小年纪的一群人，
就是三个小朋友。会害羞的，会害羞的。来你全部露出来了，一个有包都没包。感想如何？我觉得加花生粉会更好。橙色也没有啊，这是大蒜粉耶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再烤肉给我吃。女朋友差六岁，嗯，啊，这样很正常吧？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刚刚那一句说什么？上国中的时候他还在爬，对吧、啊？我可能要去幼稚园找他。然后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很强的学弟，然后他就是什么东西他都会做第一个，然后大家都会问他说要怎么用。对，就是这位学弟，就是我班闹钟。内部闹钟。内部闹钟。内部闹钟。对，因为大家都不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问他，然后呢？我们搞不清楚状况要干嘛的时候，就是说他开始动作的话，我们大家就会开始动。谢道者，谢道者。哎，你今天有谢道者？哎，今天要谢学霸者？你今天有谢道者吗？我今天也有谢道者。道者是我们最扛的。那你今天有谢道者？有，刚刚我刚有。你今天有谢道者吗？我可以。我觉得家具，你不要再屁话。不要录自己，要拿去内部用。我们今天是宅系的，宅系考试，总共有90几分了，超级多。遇到蛮多一次，然后看我影片的时候，想跟大家说，欢迎来到这个地狱耶！我们今天要来练习互相上分。我现在是在一个宿醉状态，我很想睡觉。林杰弟在帮我准备他要上 camp 的东西。我确认一下，刚好你那颗旁边有那个，嗯啊，你是在做矫正是吗？嗯，那、啊、你要不要换个吃位？因为我矫正，所以不一定可以放。嗯，反正你也太特别了。我靠，那照片，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系统啊是学校才有，所以我们刚刚从外面的网络就是抓进来。然后结果我的账号好像从学习处就坏到现在，变成因为我没办法会处理账，所以我就只能用一张截图的方式，超傻眼的。唉，这学校系统比较尴尬的一个点就是，真的很麻烦，但没关系。你知道我最近只是已经情绪稳定到，我目前现在会生气两件事，一件是我们家那门呢。他那个系统，他装了一个电子开门系统，然后那个系统超级无敌慢，慢到我真的觉得超白痴。所以这件事情会让我很不爽，因为我是一个你知道快的人。然后另外一件事情会让我生气的就是 UBACT 系统超级无敌慢，他每次 B 卡到结束充电，我都觉得已经过了两分钟了，超瞎的。就是觉得 UBIC 的系统啊 ，B 卡系统还有还卡系统，先提醒一句话，就是新半夜东西带走，然后这样就已经过了30秒，然后我在等他刷卡，然后又要过了30秒，超慢的。然后送昨天消毒器接回去 endo 门诊，超多哎，我还是要用宝宝装，因为昨天。好像有一个没开拿，所以我今天领了它，两是两趟，又要把后面用的要挑的器械送到消毒室去。点了一个瓜牛，超好吃，准备吃完，我去喝汁。松露汤，松露的味道蛮浓的，小时候一直都蛮喜欢松露汤。我走过去，全部人都在庆祝，觉得这间餐厅还蛮好的。
就是说有一些节日去酒吧可以吧，嗯，一个人大概是在2900到4500左右，晚餐的话。现在点牛排都会有这种牛排餐具啊，牛肉餐具这种师傅来切的。超大耶，手掌这么大。你有三毛病？不会打工。彩虹天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一个装备的盒子，蛮可爱的。稍后想说彩虹天刚好把它整理一下，算是蛮漂亮的，就是这样金属的一个盒子。但是，这样开吧。装很快。有点难开，就是这样开，很漂亮吧？是一个哑光的那种金属盒。我买了一个装我的 high speed 跟一个 low speed， 因为我以前都是用这种，嗯，我爸留下来的一些小东西装，就还蛮丑的，一直都没有时间去把它弄成一个比较漂亮的高的。它这个可以装低速的那种。哇哦，天啊，外面的风超级大，它有点夸张耶。那其实我的东西都是这样乱乱的，所以我就是觉得哦，没关系啊，可以用就好这样的感觉。所以咱就是走一个没有关系都可以的一个概念，只是就是可能会稍微有点小费空间，我猜啊。凡事讲究一个缘分，就看起来是放不下了。看起来我应该再买一个耶，可以把它盖起来。盖不起来，盖不起来，让我很尴尬哦，兄弟。哇嘞，买太高了，它只能盖这样。好，那没关系，这样。好好笑。不过的话，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买这个，到底是。因为其实在整间的话应该也是要一个一个挑，所以好像不是很知道我买这个的意义在哪儿，但就是可能咱们图个开心吧，还是就不装了啊，兄弟。结果我把它塞回去笑死。我其实也蛮常干的，就是买回来就弄弄，然后就又不用的事情。但我觉得没关系，这都是经验的获得，就是你有一次你就知道要怎么用。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，这个东西它只能这样放着，它没办法在箱子里面这样摇来摇去。但是这种盒子的话，其实就可以，它怎么摇都不会掉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因为它每一根的那个长度是不一样，所以有的是可能这么低，所以等于说是你这样晃的话，它其实就会倒过来。所以呢，我就放弃它了。